你们不在我就不蹭人进去了。但是爬物线本身防守应该不强的，我觉得啦。哦，他们要守歪了，他们要守歪了。哎呀，那就继续偷吧，那就继续偷吧。哇，我的脸刚刚被打了一下，很大力哦。他们很生气啊，他们很生气啊。嘿，兄弟，我是孔发，我是一子，我是布莱恩。今天玩什么？今天我来玩机甲攻坚战。没有错啦，这就是一张玩家自创的地图来的。对啦，这张地图呢看起来也是蛮正规正矩的啦，我觉得算是那种可以正规拿出来玩的地图。然后我就看到旁边一堆草嘛，长长的，所以我打算选一个佩妮出来啊，耍了大招过后呢，把那炮台丢在那个角落那边，慢慢的去偷人家的。哦，原来是一个可以偷家的地图，这样子我就来一个可以隐身也是可以偷家的里昂了啊。哎呦，那么厉害啊，隐身跑进去里面偷家啊，没有错啊，没错。那最后呢，我在这里啊就使用一个 Mr. P 了，主要是因为这里呢就有着非常多的掩体啊，我就可以靠着这些掩体呢直接攻击到掩体后面的敌人。如果对方选择一些像滴答或者老麦这样的抛物线的话呢，我就可以直接攻击到他们啊，而不怕他们一直在后面骚扰我们了。可以啊，那话不多说，我们的游戏马上开始。Let's go。来了，哇，好大只，再加一个老麦啊，有点难度啊。没关系，我用我的银子分身走去欺骗他一下。OK， 可以，就靠你，就像你平时骗老麦一样啊。啊，什么？就靠你去欺骗他了。哎，这个死老麦啊。对了，平时一直对老麦也是充满谎言的，整天欺骗他。那你我，哇，老哎，还要死呀，给老麦打。我给他配件炸死哦，只偷我钱二粒哦，什么鬼啊？不用紧，我这边把你收掉了。啊。这里没有了啦，他们两个人啊有点坏呀、啊。什么鬼啊？可以的啦，可以的啦。哦，把那个盾没事闪掉了。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冲啊冲啊冲啊！哦，那个他不是带硬的，那个还好，不是硬的还好。对啊对啊，他已经没有血啊，不然他可以杀掉我们。可以，没事了没事了，放塔了放塔了。哇哇哇，不然哇老布这么凶吗？这一把啊，竟然进去了，一定是不躲两下的嘛。哎，烧掉这个死肥仔，打死他。可以。哦哟，厉害，没问题。啊，你们呢、啊？欺负我死老麦！哇，这个老麦敢用炸弹炸我是吧？是啦，用配件炸死我的老麦，跳得很爽啊！太坏了，他跳到自己没有了。是啊，再偷再偷，我也偷我也偷我也偷，一起偷一起偷。OK， 我走。对面的对面的，没问题。你来呀，你过来呀，你过来呀。带脚步带脚步，是我这个肥仔还在想着要锤谁哦。没有错了，就是。那鱿鱼要不要直接锤哦？先想办法把法兰克打掉吧，他的威胁其实比较大哦。这个老麦行啊，这个老麦行啊，我的朋友在后面又被炸掉了吗？哇哇，他这个大招哦，哇，很坏呢，给，还太棒了，很坏呢。哦，这个老麦很坏呢，非常艰难的保住了。靠，等下这个老麦一进来，哦哟，一个大招，然后一个普通攻击就松掉了。这边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不要给老麦有大招就可以了，不要给老麦有大招就可以了。我偷这了，偷这了。OK， 但是五颗是不够的。打烧，可以，偷这了，偷这了，偷这了的，已经先少少罢了。OK， 八了，六了，五了，多一下，一秒，死老麦。来了喂，这边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哇老哎，大汉在讲莫提啊，阴到鬼将哦。对了，这个大锤锤与小莫提的故事就在这里展开了。我骗他们过来了啊，是时候骗一骗他们了。Hello， 阿刀，骗到你了！哎呀，不过让他逃了。我的 Mr. P 有点打不动啊，不是什么，快点打他！喂，还好，可以打他。可以，反正看大招刚才应该是浪费了吧，对不对？打。应该是算出了啊，刚刚可以 ，OK 啊，没有大了，现在过来。哦吼，我赢了，没有大就好。我今天赢了，这个莫提斯太开心了。可以啊，颁个奖给你。对了，这边开始放小 P 去搞他们了。来来来，我先死哦。爆爆！小心那个法兰克，他拿大在这边非常的有优势。他刷到大招了，哎呀，难受难受。不过你偷到了，可以。法兰克这里有大招啊，很西北梗啊，你看，很北梗，但是梗还是北呢。西
极北京，什么很北京？哦，我听到你讲很北京啊，我怀疑那麦克风麦那个收音系统是有问题啊，整天都出现奇怪的东西啊，我这边。很北京，没错。什么很北京？西北京啊！那天那个我明明讲话很正常啊，突然间给你们讲什么地狱咆哮，我回去听，哇啦，根本就不是我的声音。啊，上次来自地狱的声音啊！上次直播真的是来自地狱的声音吗？那个？对啊，直播里面那真的有问题啊！然后我看我的原档，明明就不是这个声音的，你看这直播在搞，来自地狱的咆哮。对了，我自己听都怀疑我的喉咙怎样发出这个声音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地狱三头部啊，地狱三头部！我本来想把那个精华剪出来，但是我发现那场我打到太烂了啊，所以我没有留着。剪小小段啊，我帮你剪出来就好了。来自地狱的咆哮，啊、只是剪那个在那边笑了是吧？地狱三头部这样子，哇哦！不错不错，快点，我们两兄弟来打我了。两兄弟啊，你活下来，你知道没有？可以吧？你这样麦打一个打两个可以吧？平常操作吧。我有事了。OK， 打掉这个肥仔先。他们家里面也没有人守。那算了，倒战你了。来了哦，两个抛物线加麦克斯啊，我不想要啊。哦，我刚刚要去睡觉了，没有想到我要出来打架了。睡你头觉啊，每次睡觉。啊，看到没有，我是穿着睡衣出来的，没有看到没？啊，一直性水小偷啊，喜欢喜欢就偷偷睡觉的那种。啊，没错了，哎，他们两个死了，你看见没有？喂，还有哇。还用配件来打死我这个东西，哇哦，好贱哦，贱贱哦，小贱贱哦，太贱了你，太贱了、oh. 你这个滴答，还想进来攻击我们的炮台？零八零，我顶，你顶啊，你顶到死啦！每次叫你不要乱乱顶，是要去顶，顶到死了怎么办？我顶他的肺，我顶他的肺，哎呦，那么凶的孩子 ，you bad bad 啊，就好像我顶我弟弟样子啊。啊、oh, ，原来是这样子顶的，没有错了，我弟弟 you bad bad， 没错了 ，you bad bad， you bad bad 打死啊 ，you bad bad， you bad bad， 没事情了，带着补，我在那边偷着了，偷着了，偷着了，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英文啊，兄弟们学会了过后，英文就高了一级的了，没有错了，嗨嗨，麦克斯，有什么事情就 you bad bad 吧 ，you bad bad 啊，麦克斯 ，bad bad 不啊，小滴答，小滴答，哇。那你要死多大啊？欺负人嘛，不跟人家偷嘛？没有错啦，不过没有关系啊，我的七级机车人去的，可以可以，来来来、欸。不过你们不在，你们不在，你们不在，我就不趁人进去了。但是抛物线本身防守应该不强的，我觉得啦。哦，他们要守歪了，他们要守歪了。哎呀，那就继续偷吧，那就继续偷吧。哇，我的脸刚刚被打了一下，很大力哦。他们很生气啊，他们很生气啊。大爱车补，继续偷啊，生气啊，生气啊。内讧啊，内讧啊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就是把他们打内讧，非常开心。笑一笑，笑一笑，笑一笑没烦恼啊！笑一笑没烦恼。那应该炸着炸着就结束了吧？我们应该就不太用做东西了吧？那个麦克斯在引开那个炮台啊！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难怪我看没有扣了。躲一下，躲一下。OK， 结束了。哦，他自己已经结束了。耶，那还算。来了喂，使徒哥哥，受死吧！对面的佩妮可能会跟你一样想法，就是来偷的。一起偷吧，看看谁偷的比较厉害。有道理，偷吧偷吧，互相伤害吧。啊，互杀互杀。没错啦，我脑海想起的也是这个旋律啊。看来他已经深入民心了啊！我瞬间想到互杀互杀，哎呦，太可怕了这个东西。哪里可怕啊、哦？就像美多的那个什么这样啊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拉拉路啊。啊，对对对，你突然间会想起的东西啊。麦当娜 ，I will follow you。我收到滴答了，对，像一种噩梦这样的。哎呀，有点痛。拦拦路，哎呦，没有痛啦，孩子，哪里一点点就喊痛呢？你可是大男人呢、欸。没错啦，上吧，我的小兄弟。当然，没错啦，路一直痛痛痛痛痛痛。啊哈，可以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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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可以，我们这边也是打着打打着 OK。你看那个地带，你看那个地带跑啊，你跑啊，哎呀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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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跑啊你跑啊，没事没事，带脚步带脚步呢，来射他，可以干掉。老布好像狐假虎威的感觉哦，刚那个人我打的嘞，狐假虎威，干打威。
我给那个鸟屎弄死了。我帮你守护你的塔先。哎呀，已经被打掉了，没有人守护了。来这，来这，我来这，我来这。你要快点上来啊，因为我们就是这一波结束了。没有，我们只是要让你上来看一看罢了。我们如何结束它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好、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的，给人观战一下的感觉啦。对对对对对，耶、，nice nice。咦，完了吧？完了咯，你还想要看的？对啊，我还想要再看啊。要怎么做呢？这样就要订阅我们黑兄弟的频道了。我们黑兄弟的频道呢，将会在每逢135晚上7点上传新的影片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